什么 Lisa 的刘海雷打不动，360度多好看。你的刘海逛两步搬家了，大风一来这大脑门子没有地形的刘海就像一盘散沙，风一吹呀就散了。我试了这么多地形产品，找了5个有刘海的同事来做测评，终于找到了一套让你刘海蹦迪不乱超长待机的独家秘籍。快一点艾特你是刘海如生命的姐妹再来学。第一步呢，先把我们的刘海梳理整齐，再拿一个夹板夹成你想要的形状，中间两边各来一下，千万不要上来就夹全部，这是西瓜派的。第二步，再拿出我测试出的冠军选手，掀起你的小刘海，在距离头发根部2-3厘米的位置喷几下，记得千万别喷下面啊，不然。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用吹风机小风力吹干，再来一层地形喷雾，有没有变得蓬松起来？如果你想让脸看起来更小一点，不选发棒的余温，把鬓角稍微带一下，看到没？小脸马上拥有，还有点小翘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实际员工闪亮登场，再来一个高速训练。今天的教学就到这喽。